会当第二胎啦，生肖哦，到你为你相伴的这个季节，完成这个事业。所以生肖精力行会，咱为了要传承落去，咱未使无生肖落去。所以为了要生肖落去，要传承落去，咱未使无继续努力度啦。所以啊，替先贤先贤。肩担紧箍，咱先前先前的这个心会相传落来，咱轮到咱好比天命肩负使命，心负使命，身负使命，咱的使命咱未使不了解，所以肩担紧箍，完成老前人志向抱负，咱完成咱老前人的志向抱负，咱拢是弥勒祖师的化身一王，咱嘛是咱师尊师父的化身。咱更加是咱老前人的化身，老前人从东方咱台湾，咱大家人拢从倒来突围出来，是不是？咱就是老前人的化身。所以，咱关心老前人志向抱负，未来团结一致，伊咱内咱来团结一致，大家拢无分彼此。好，刚才他跟我讲的，这个便当算什么？一个便当算什么？生命都在所不惜的，还在乎便当？生命的环境牺牲，牺牲，咱家己的生命嘛在所不惜。那有需要去计较什么？所以咱今天就是到人这个到，咱来修行的是啊，名留人间，道行天上，咱必须要对五类爱团结一致，团结一致。有话不有干断，对我来讲，咱不有干断，不断的啊，继续努力打拼下去，这是咱应该爱、应该爱有的上个正确的力量。所以咱感觉讲啊，因为咱圣人完成这个精神的凝聚啊，精神的凝聚，以及咱力量团结一致的这个经验啊，这种。十二年来的经验，相信咱大家人拢有感受，拢有感受。咱有内团结一致，有外无有间断。咱有信心，第一有信心，所以使咱适时宣传，适时宣传，上下密切。